9月26号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，巴基斯坦代表近7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，支持中方在涉疆、涉港、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，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。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昨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，巴基斯坦代表近7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，指出新疆、香港、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，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，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，主张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，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，强调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，加强团结协作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，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，促进和保护人权。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。近年来，近100个国家连续在人权理事会发出争议的声音，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。少数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抹黑攻击中国的图谋一再破产，这清楚表明了国际人心向背。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，借人权问题公然干涉别国内政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此早已看得清清楚楚。事实上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，包括枪支暴力侵犯生命权、抗议不力侵犯健康权、贩运人口从事强迫劳动侵犯劳工权、骨肉分离政策侵犯移民人权、系统性种族歧视侵犯亚裔、非裔、穆斯林等少数群体人权、延续至今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犯土著人人权、海外军事行动和非法单边制裁侵犯他国人权等等。我们奉劝这些国家不要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，不要再搞双重标准政治操弄，把该还的血债还上，把该补的功课补上。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，无论少数西方国家如何表演，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，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。